福建 Team S2 段奕璇。段璇，给自己拉拉票吧，好吧。虽然我知道你很迷人，但流程还要走一下。我觉得我一直在撮合别人，我好累哦。然后就……那你想让别人撮合你和谁？你说。我觉得随缘嘛，就是大家就是合作舞台也是随缘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就是，对啊。那我们的段璇也是要把这个命运交给缘分，好吧？那开始我们段璇这个心动倒计时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你，段璇，来换个位置。你来站这儿，你来站这儿，来来来，段璇，你猜是谁上来的？大家这么激动，人可多了。哦，别哭，别哭，人多是人多，没有关系。你看，命运都选择了你们，是吧？前面玩游戏都抽到，没有关系了。啊，好，那我们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先来这个采访一下大家选择他的理由，好吧？他们俩还要选择吗？不是，还是在下一轿子。虽然我们爱看这个，但是机会还是要。这是一场交易，我跟孙小燕。好，来，孙小燕先说一下。我们俩只是上来谢谢他的成全。我觉得我左边的还不错。好，马玉林，他说我拒绝了他，他一定要拒绝我一次。啊，王瑞琪，哎，你们夫妻跟着我来的。你们，啊啊，家属已经带家属上了是吧？那家属还要说两句吗？他拉我上来。哦，你有没有点自己主见？那让你干嘛就干嘛。那杨冰莹还说话吗？说点吧。就是说，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很别扭的人，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人，所以下次你得先哄我。你为什么不哄他，段奕璇？这个怎么能一方哄一方？都互相哄的，对的，都互相哄的，互相哄的，所以呢？哎，所以那个段璇花你拿着干啥去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好，请这个段璇走到他们的身后，选择一下。人家送花给你嘞，你就哄一下嘛，都送花了是不是？说句实话，我觉得你们俩都说一句话，对前段时间的不愉快做个总结，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还需要总结吗？不是，过去了，了结了结。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之前的不开心全部都抛去，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，好吧？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？哄我。快点。孔雀，去吧去吧去吧啊！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二队，就是跟前面再续前缘的选手，谢谢我们这个杨冰和段璇。